人是宇宙的精灵，本篇旨在揭示人体自身的奥秘，揭示人与宇宙关系的奥秘。这种奥秘当它未被揭示时，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千万种神秘现象，一旦被揭示，就将开辟一个新的科学、哲学、艺术文明的世纪。本篇将以对人类负责的严肃态度，一丝不苟地记录一切，展现一切。在这里，将消灭一切怯懦，消灭一切虚假。我们将在全人类共有的严肃审查的目光下，公正一切。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无畏，来揭示一个曾经是神秘的、秘密的、隐秘的世界，破译人类神秘现象，刷新人类科学文明。这是神秘的妙峰山。明清两代，这里香火之盛，甲于天下。朋友，现在我们来到妙峰山，把考察的目光对准了黄润田先生的一家秘传气功。黄润田先生将在严格的监测下，在严寒的冬季举办一个辟谷战碎魔、走百病的强化气功培训班。在这个气功培训班上，不仅是六天六夜不吃，更主要是六天六夜不睡，还要不停地攀山越岭地行走。通过这种强化训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祛病健身，强化体能。一家秘传气功是中国目前众多气功中独具一格的气功功法，它的特别的教功方式、学功方式、练功方式及用功方式，将使海内外朋友感到极其新奇。它表现出来的治疗疑难病症的许多奇迹，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您是从哪里来的？沈阳。啊，沈阳。那您这是来这个参加这学习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我的健康水平来看呢，已经足够了。但是我家里人身体不好，把家里人健康水平都提高。这个不吃饭，不睡觉，而且还要夜行，那您能就是身体能接受吗？我没有这个历史，就是又不吃又不睡又不什么，没有这个。但是我相信黄大师的气功会给我这个功能，我绝对能走得下来，也能战睡魔。
我有这个信心。哎，请问你从哪里来的？我就北京的。哦，北京的。那你叫什么名字？王灿。王灿，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啊，那你这次来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是什么呢？健体强身，在治治病。没有病，谁会来呢？你能坚持吗？我想我能坚持下来的。本次活动的公正原则是：一、全体学员的自我鉴定计时；二、因为学员积聚地、练功地集中，无法逃脱伙伴的视野，全体学员相互监督、公正记录；三、依靠公证团深入现场的考察和公证；四、依靠拍摄计时。动员大会一结束，还未正式交工，全体人马就开始了第一次夜行训练。300多名体弱多病的人，在寒冷的北方冬天，6天不吃不睡，这样不停地行走，还要去病健身，能做到吗？实在令人担心。9日凌晨2:20，我们已经到达了妙峰山脚下，我们离驻地已经是10公里的地方。先让我们采访一下人群。请问您现在感觉如何？挺好。那您还能坚持多久？再速度走5-6个小时没事。5-6小时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您。您感觉如何？请问？非常清楚。那您还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到底。能坚持到底。对、啊，这么有信心。好，谢谢您。怎么样？您感觉如何？现在？现在感觉还可以。我看您胡子已经动了零茬了，已经。因为是穿着大衣哈，太沉了，就是有点走起来有点费劲吧。那您觉得您能到达山顶吗？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好，谢谢您。好，谢谢您。真巧，咱们又见面了，怎么样？你感觉如何？这是第1回。第一回，那你能坚持得住吗？我想会的。你想会的？嗯。希望你能有信心。好，谢谢你啊。好，您是从哪里来的？山东牟平来的。牟平来的。啊。那您感觉这么长道，您受得了吗？行。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今年80。81了。啊，对啊。那您可有毅力的。那您觉得您能走上这个山顶吗？能啊。根据各方面资料数据显示，我们的考察对象是以老弱病为主体的群体，他们中75%的人患有多年未愈的疾病，他们平均花费320元向所在单位请假，在一个寒冷的冬季从全国18个省市来到北京远郊的一个山区，来到一个不提供伙食、不提供睡眠条件的地方，参加这项以不眠不食又不分昼夜进行拉练的气功培训班。学员中90%的人是为了治疗疾病和巩固疗效的，10%的学员是为了增功机能的。就是这样一个以病源为主体的气功班，所要经受的是被常人认为是饥饿、疲劳、困乏、寒冷和病痛的体验。
第一个夜晚就如此疲惫，这些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学员们能够在未来6天的不吃不睡中坚持下来吗？这是一家秘传气功辟谷战睡魔走百病强化培训班的正式开学典礼，在这里我们拉开了又一次大型人体科技考察的序幕。这个考察将提供许许多多值得我们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研究的生动数据。在这个开学典礼上，黄润田开始用特殊的方式发布一家秘传气功辟谷战睡魔走百病的信息，300多名学员开始用特殊的方式接收信息，第一天的活动就别开生面。这是两膝往外撇的炸头的状态。我就是从小到妙峰山地区这地方来练的时候，就是实时训练的，不是这个，是方禅。正方形方禅，这才传统认为初步符合规范化。再说我们用力量，有的人呢说怀疑掉绳子，看看上面有没有绳子，然后用手指撑起身体啊，用力量，大家看清，都坐下就都看见了，这用力量，看看用气，现在开始进行群体制动表的特异功能演示。黄润田在发功，每个人把自己的表与主持人的表对准后握在手中。经过黄润田短暂发功，在场相当多的人手中的表不是明显快了，就是明显慢，有的变化达10分钟，气氛相当热烈。这个演示充分表现了一家秘传气功调动人的意念能的效应，于是乎从一开始就给了在场的学员们以极大的证明与信念。这样气功师建立了威信，往下的一
黄润田接着给大家加持辟谷、战睡魔、走百病的气功信息。经过这样的传授与接收，在今后的六天六夜中就可能做到不吃不睡连续拉练。至于结果究竟如何，我们要观察下去。医家秘传气功是中国古老的一种气功功法，它是与中医紧密相联系的一种气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气功与中国的中医同出一源。《黄帝内经》既是中医的经典，其实更是气功的经典之一。开学典礼后的第一次练功就在野地河滩进行，脱下鞋袜赤脚坐在长满荒草的洞府上，然后赤脚走入冰河。这是医家秘传气功别开生面的一个修炼项目。奥秘在哪里？奥秘在人们接受了气功信息之后，从生理和心理上与大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步踏入了冰河，这一步就是脱胎换骨、立地成佛，这一步就从与大自然的隔膜状态踏入了与大自然的相融状态，从身心病态踏入了身心健康态。黄润田的击掌传功法又是一绝。这个手啊，大家睁开眼看啊，这个介绍的是个叫做静心手。
现在教授信息差的手印，这是传授信息差治疗法，这是一家秘传气功的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法。在这个培训班上，黄润田将传授多种多样的治疗疾病的秘传功法。在气功师的调动下，大家走出户外，纷纷躺在冰冻的土地上。不了解真情的人会觉得这些人真是发了疯，不吃不睡，走冰河，卧冻土。然而有悟性的朋友可能已经悟到，卧冻土与踏冰河是同一奥秘，人与天地相通。现代社会生活使我们远离自然，气功修炼使我们回归自然。当我们与自然隔绝了，我们就可能生病；当我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我们就会恢复健康，人天合一。轻轻的点着衣服，就是点住了，别乱动就行了。继续巩固住这强大气息，基本已经加完了，巩固就行了。这又是一种气功手印，一种接功的方式，也是一种练功的方式。所谓震动快如风，这形容吧，轻飘飘的像风一样，也就是形如风的意思。今后我们就落实到这个境界上来了。大家随时保持安全。这个从一点能看出来，大家向后转的时候，或者第二次向后转，是制作护肤美容信息面的时候会体会到。现在呢，先给大家一个深化的重要的为您制定的功夫，牙齿尽量露多。为什么教大家做这种龇牙咧嘴的表情动作呢？这让我们想到了野生动物，让我们想到了回到大自然中去这个健身口号。有的人这个嘴没配合，看看人家怎么样。由地到张，张张，然后瞪圆了，瞪直了。好，这瞬间很重要啊！现在开始瞪直瞪圆。注意啊，我们大家用手啊，好像是个先生捧什么东西，突然一抹脸，哎，好，放下手，再继续给功。第二个东西，这口呢，这回要圆，但是要嘴唇翘起来，这样。
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项目，制作美容信息面。学员们背上各自从粮店买来的普通白面，接受着气功师发放的信息，放开步子到野外行走，回来后再一次加持信息。经过这个过程，普通的面粉就变成特殊的信息面了。这些面粉据气功师讲，可以美容，可以治疗皮肤病。也许有人会觉得很荒唐很可笑，对信息面的效果我们暂不妄加评论。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有效案例，但仍需从长考察。我们只想说，当讲到信息二字时，的确道出了气功的奥妙。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信息是一个可以涵盖物质能量且比物质能量更广泛的物理范畴。气功及人体特异功能的奥妙，说到底很可能就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沟通、信息传递。气功师发功可以改变软盘、改变酒，为何不能改变面粉呢？我这个人可以开带的。没带面子呢，你这手就小。好，放。后台信息现在能正式连接。可以挑着练，可以全部练，可以穿插练。那练练练练练人练文练化随便，根据需要。但现在就得依照练人的数据。我们还会收到意外的收获，眼睛亮，眼睛得到治下一级，提到内心觉得似乎有一点清清凉凉，把手往下一垂，把腿上很自然的就不练习了，叫做闭目养神。这时候才叫真正。一般我们看的那种所谓休息和闭目养神，脑子里乱糟糟，是养不了。现在我们试试，养好了神，神元不知寐，所以昼夜不寐乃成真。昼夜七日四五年，或者说进一步就是这个夜练的这个功夫，提出了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边养神边听超能的，这叫做最新科研尖端成果。可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气功早已成立，这个长时间不睡大有人在，而且一手延年者出现超长功能功率大有人在，所以它的闭目养神就行了。这个养神的阶段呢，就是要你心中有事儿，你不能养神，把事儿弄完，生着气呢，别扭得当，工作放不下，家庭放不下，暂时别弄。现在传授练神术，
气功目前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其基础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祛病健身的特殊方式。在考察中，一方面我们透视到人的疾病与人的意念与人的心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气功正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训练能够激发人心灵深处的潜能，这种潜能正是在意念深处对人的疾病斩草除根。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一种落后的民族，还是一种值得探索的人体科技现象，全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佛与魔是一念之差，真理与谬误也是一念之差。夜晚，学员们要洗洗脸、刷刷牙、烫烫脚。练功拉练之外的这一两个小时，在宿舍里就是这样度过的：作业、笔记、相互治病、拍脚练功。十个人共用一个铺位，像火车车厢里的硬座。所以在这上来说，今天在下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他那十八盘，前年冬天我上那个地水岩了，听着里头就叮咣叮咣，好像铁牛在给干活似的，实际是在地水。可是我们上去之后呢，吃了点那儿冰，其实挺神奇的。但是侧面呢，有一个大山洞。又是夜练，半夜走到天亮。没有疾病的痛苦，谁会接受这样的锻炼方式？没有非常的锻炼方式，又如何战胜那些疑难病症？非常的病痛能够非常残酷地使人崩溃，有时又能使人产生非常的决心。非常的决心不但使人战胜非常的疾病，还使人由此豁然明白，焕然一新。是佛是魔，是执迷是顿悟，是倒下去还是站起来，依然全在一念之中。
那一边是公证团摄制组在跟踪检查拍摄培训班学员们的夜练，这里同一时间内公证团摄制组在检查学员们的宿舍。我们真实地展现一切。这是学员们和黄润田进行遥距意念推拉，也是一种气功修炼的方法。朋友们，当你们看到这几百位体弱多病者在寒冬深夜山野进行这种训练时，你们能够体会到他们那种通天达地、调动潜能、战胜疾病的决心吗？千里迢迢请假报名自费来到深山，不吃不睡不怕寒冷，白天走夜晚练，踏冰河卧冻土，在荒山野地里呼喊，这一步又一步的决心，实际上都在调动你潜意识深处的能量，使你已经站到了对疾病有力的进攻位置上。朋友，迫使自己痛下决心，这是战胜疾病的一个奥秘，这也是我们在漫长的生涯中战胜自己、战胜万千苦累相、永葆生命力的奥秘。